千玺的腹肌，肖战的腹肌，宋威龙的腹肌，看到蔡徐坤藏的真身。大家都知道娱乐圈里面的明星都拥有非常高的颜值，他们的身材也是非常好的，毕竟他们经常锻炼，只有这样他们穿上衣服之后才会有高级的感觉。那么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拥有腹肌的当红男明星吧。同样拥有腹肌的还有肖战，其实肖战是一个不喜欢露肉的男明星，可是他在拍出现的时候就露过自己的背，这个时候大家也发现他的腹肌确实很明显，看来他平常也有健身。在电视剧里面大大方方露出腹肌的应该就是宋威龙了吧。宋威龙在拍下一站是幸福时就炫耀过自己的腹肌，当时他光着膀子就出来了，虽然他真的很瘦，但是这肌肉真的是一点都没少。前面这些男明星的腹肌都还可以，看到蔡徐坤的腹肌，网友表示藏得真深。蔡徐坤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，他平常压根就不会露肉，可是他在跳舞的时候也会露出隐约的腹肌，看来想要当蔡徐坤的粉丝需要一双慧眼，大家觉得呢？